Last Quiz。今天我给你们读的课文是《姓氏歌》。你姓什么？我姓李。什么李？木子李。他姓什么？他姓张。什么张？弓长张。古月胡，口天吴。双人徐，言无许。中国姓氏有很多，叫钱、孙、李、周、吴、郑、王、诸葛、东方、上官、欧阳。 Thanks for watching.